好紧张啊，快打开。那我就掰成两半咯。哇，斯普奇，你太幸运了，上面写着向西走的话，精彩的幸运等着你呀。竟然会有幸运等着我，太高兴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往西走吧，我来帮你找幸运。你为什么去找？这是我的幸运，又不是你的。嘿嘿，今天我的幸运讯息上写着，帮助朋友的话，我自己也会走大运，所以说你的幸运也就是我的幸运啊。所以刚才才帮助克里尼呢。当然了，所以说我们一起往西走吧。好，那么走吧，向西。哦，看那个斯普奇，那边为什么会有那个东西？或许是好运，一定有什么东西。哇，是蜂窝。到底还得往西走多远呢？我累了。加油，快到了。那边那个山岭就是最西边了。什么？你说要过那条路？我去不了。不能放弃，看我们走到这里多么顺利，说明我们有好运相随，所以相信我，跟着我来吧，快点儿。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。瑞普提，等等我。吊桥摇晃起来了。别慌张，你这个样子连我都开始晃了。都说了不是我晃的，是吊桥摇晃得很厉害。快到了，快点吧。我真的要回去了。我在这里。斯普奇，吊环好像要掉了。斯普奇，加油，救援队马上就到了。瑞布提能坚持吗？我没问题。知道了，稍等一下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安巴，你在悬崖下面放置好安全垫。罗伊，你准备好救援装备。好。霍利，准备好了吗？现在放心吧，斯普奇，马上就把你安全地救下来。瑞普提，你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带你离开这里。别担心，我先救斯普奇。好了，海莉，斯普奇就拜托你了。好的。盖好了，盖
备好了。波斯提，是我，克里尼。进来吧，克里尼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收拾完。不用管我，只是你要告诉我要扔的东西在哪里呀？哦，那边角落里堆着的就是，看见了吧？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扔掉吗？对，除了把打扫工具留下，其他的全扔，反正也不用。哦，知道了。然后呢？结果没有能够整理仓库吗？问小娟吧，我已经尽力了。那个都是我很珍惜的东西。那些东西你平常都不怎么用，不是吗？说是这样说，可是我讨厌自己的东西变成垃圾。也不能因为这个就一直在仓库里堆着呀。知道，找个时间我会整理的，可是不是这次，对不起。现在去做点事吧。哦，对了，今天跟瑞布提约好了要看机油册的。机油册放在哪儿来着？我放在书桌抽屉里了。哦，书桌昨天扔了。啊！我可怎么办啊？我的邮票。那么把这些东西送到垃圾处理厂就行了，对吧？嗯。好的，那我走了。辛苦了，太太，慢走。克里尼。这里的垃圾都去哪儿了？刚才被泰坦带着去垃圾处理厂了。哦，什么？不行，泰坦！波斯提，你这是干嘛？有什么事吗？泰坦，站住！泰坦！怎么办？这样会错过的。你可抓住泰坦！泰坦，波斯提！哦，天哪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紧急出动！紧急出动！在三号公路仓库附近，泰坦和波斯提出事了，请所有队员马上行动。好的。帮帮我！我们来了，现在放心吧。波斯提呢？波斯提在上面。啊！克里尼，这里交给我们，你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待着吧。知道了。罗伊、海莉，你们负责波斯提，我和安巴负责泰坦。好的。嘿，波斯提，稍等一下，马上救你出来。安巴，我把泰坦抬上来，你来帮我一下。好。开始了，泰坦，一、二、三，多久了？好了，洛伊，好的。哎呀！好了，救了，出来了。真的是晴天霹雳哦！真对不起，泰坦。我问你，波斯提到底为什么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啊？那个泰坦带走了我的书桌，所以那里面有我这一辈子收集的邮票呢。波斯提，你那个书桌被百乐阿姨拿走了。什么？那是真的吗？要是阿姨把邮票扔掉了可怎么办啊？
一颗星，两颗星，三颗星。玛丽，瑞普提，你在干嘛呢？数星星呢。为什么睡不着吗？是啊，今天很奇怪，就是睡不着。可是瑞普提，你不是去野营了吗？等一会儿我再去。玛丽，你闭上眼睛吧，我给你唱摇篮曲。你是觉得对不起我才没去露营地的？好吧，那就哄我睡觉吧，我睡着了你才能安心的去露营地呀。那我唱了。睡吧睡吧我亲爱的玛丽，做一个美好的做个我真的困了，谢谢你瑞普提，我睡了。快来玛丽，玛丽快来呀。哇，太漂亮了。玛丽睡着了吗？哎呦，可睡着了，看来还做了个非常幸福的梦呢。朋友们开始行动了。好的。再来一点儿，好好的，下来吧。到底带谁来呀？这么晚了还不来？帮帮忙！天哪，那是怎么搞的？朋友们，小娟，我们刚刚巡逻完，正在前往露营地。先别说这个了，刚才海莉来电话说特里和马林在云坡出事情了，现在请大家马上赶往那边。知道了，大家快一点。绳子要松开了，马林，再使点劲儿！这肯定是在做梦吧？大家再坚持一下，救援队马上就到。大家快点！都没事吧？我们没事。安爸，没事吧？真的是太惊险了。什么？那大家在露营地里等的特殊客人就是马林吗？我听马林说，他从小到大一次野营也没有参加过，所以就想带他来看看。原来如此。对不起，马林，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。没事，虽然去不成露营地，但是你们的心意让我感到幸福极了。这样看来好像我们又有了一项新任务呢。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了吧？哇，我竟然能穿行于丛林，原来这个就是山谷啊。太好了，马林终于可以去露营地了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，尽情的看吧马林，这里就是布鲁姆斯森林。真是太感谢了，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山呢。马上到了，前面就是我们的露营地了。太帅了。快来马林。虽然晚了一点，可是跟我想的一样，今天的露营最漂亮最特别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马林也来到了这里。我真的没想到，我竟然能有如此奇妙又梦幻的经历。露营地比我梦里看到的更漂亮，谢谢你们。别客气，我们跟你在一起也很高兴。看那里流星。还没有，别太担心了，应该马上就会平安归来的。哟吼，
我说的没错吧？啊！嘿嘿，凯莉，嘿嘿，怎么样？我帅吧？啊！螺旋桨哪里去了？这个车轮又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个嘛，这是个秘密。还说什么秘密？还不赶快给我站住！凯莉，站住！哎，等等，朋友们，凯莉！啊哈哈！原来在跑道上奔跑这么好玩儿！哟呼！没事吧？我的尾翼好像断掉了。什么？海莉，海莉，你真是的。起来了，我的身体真的飞起来了。呀呼！朋友们，快看我！呀呼！我这是在做梦吗？不是，不是梦。白龙阿姨，你看，坎普正在空中飞呢。什么？哎，白龙阿姨您好，今天天气真不错，对吗？真不知道今天大家这都是怎么了。坎普，快下来，看上去太危险了。你快下来吧。我没事，安全着呢。我再飞得高一些吧。耶呼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救命啊！坎普，然后呢？安装上新螺旋桨之前，海莉只能待在这里了。因为没有螺旋桨，海莉无法飞，无法飞的话就不能变身。哎呀，太过分了！不过海莉，你的车轮是谁给你的？我用我的螺旋桨跟坎普换来的。坎普？坎普竟然干出这种荒唐的事情。唉，反正新螺旋桨快到货了，在此之前你安稳地待在这里吧。百乐阿姨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小雀，坎普安装了一个奇怪的螺旋桨，在天上飞着飞着突然掉到仓库屋顶上了。好的，知道了。朋友们，孩子们的情况十分紧急。别担心，小娟，我们现在就出发了。再坚持一下，救援队马上就到。哦，来了。百乐阿姨，在那边，在那边。朋友们，快来救救我！安巴，你铺一下安全气垫。罗伊，你准备一下吊车。好的。快到了。侯里，怎么了？伙伴们，我无法靠近坎普，因为我如果再往前一步，屋顶就要塌了。朋友们，海莉，你马上把坎普挂到吊车上面。坎普，没事的，坎普。罗伊，慢点往下放。好的。好了，我得救了。好犹豫啊。有什么好犹豫的？只要把不想去斯普奇家玩的原因告诉他不就好了吗？
天哪！怎么收集了这么多轮胎？我们走吧，波斯提。不可以，来都来了，怎么能说走就走呢？我们叫一下斯普奇，要是他不在家，我们就走。那好吧。斯普奇，斯普奇，你在家吗？看来不在家。波斯提，刚才是你叫我吗？那个斯普奇，我们只是路过而已，下次再来找你玩。我听不清，你们还是进来说吧。早知道就不叫他了。斯普奇，你到底在哪里啊？我在这儿。你干嘛呢，斯普奇？我在把红色轮胎抽出来，我要用。赶紧停下来，轮胎会倒下来的。没事的。好了，真受不了你。斯普奇。救命啊！斯普奇，凯普，你们在哪儿呢？轮胎真的好多呀，看来要想找对进去的路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再不抓紧点，孩子们会有危险的。我看海莉先过去对孩子们实施救援比较好，其他人跟我来吧，我之前来过一次，应该可以记得进去的路怎么走。那好，大家抓紧时间。怎么办呢？波斯提，海莉在那红色轮胎的下面。我知道了，波斯提，这里就交给我们吧。你先到安全的地方等着我们。快来人呐！累死我了。罗伊，现在要往哪边走呢？四面八方都被轮胎给围起来了，我也找不到路了。伙伴们，你们看，刚才也在这里看到过那个轮胎，看来我们一直围着这儿在转呢。我们三个得赶紧从这里走出去，我们再到那边去看看。快点，闷死了，我快受不了了。你们再忍一下，很快就会救你们出来的。光靠我自己还早着呢。这边，上次好像跟着斯普奇路过这里。有两条岔路，你想不起来是哪条了吗？这个我也搞混了。过了这边就是斯普奇的家了。别紧张，罗伊，好好想想，应该可以记起来的。波利，快来吧，这里的情况不太乐观啊。对不起，海莉。再稍等我们一会儿，罗伊正在尽全力地找进去的路呢。不是叫你跟紧我的吗？快来吧。找到了，伙伴们跟我来吧。闷死了。真是没有尽头啊，伙伴们快点来呀。海莉，你们来了，在这边。大家抓紧时间。凯普，斯普奇，你们还好吧？终于活过来了。什么？布鲁尼还得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吗？布鲁诺比较忙，说要晚点过来。布鲁尼，你会乖乖在这里玩，等着哥哥来接你吧。然后。
我喜欢在这里玩。啊、看来布鲁尼玩得很开心啊。你们也玩得开心吗？是的，这是他第一次来，我们大家都让着他呢。你们真是太棒了，对刚刚认识的小朋友都这么友善。嗯，哦，这里多了一个好玩的东西啊。你是说那个蹦床吗？这是前几天爷爷送给我的礼物。可米妮自己都舍不得用，很少让我们玩呢。那是因为爷爷说只有大人在的时候才可以上去玩的。没错，玩这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哦。是啊，那好，我们就先走了，要好好玩，等着布鲁诺来接你哦。好的，哥哥再见。哥哥再见。嘿，我要玩那个。不可以。布鲁尼，你难道没听到我们刚才说的吗？那个绝对不可以。不行，我就是要玩。就是不可以。快让开。呀呼呀呼，快下来布鲁尼。不要，太好玩了。太淘气了。从现在开始大家都不要理他。好，我们还是不要这样了。你们快看呐，我玩的多好啊。哼，连风波都看得见，还看得见总部呢。大家都不要转头，让他自己玩个够好了。哦，要是掉下来就糟了。快看看我呀，我可以跳得很高很高。哇哦，快看呐。喂，哇哇，帮帮我朋友们。肯定是在逗我们，大家不许转头。帮帮我。嗨，孩子们，玩得开心吗？布鲁诺哥哥，布鲁尼呢？哦，天哪！布鲁尼，布鲁尼，哥哥，快救救我！你好，这里是救援队。小娟，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，布鲁诺？紧急出动！紧急出动！布鲁尼在玩蹦床的时候，不小心挂在树上了。大家注意，请大家马上行动。好的。你交给我们来处理，你和孩子们先到安全的地方等着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浩利，因为蹦床没有合适的地方安装安全气垫。我这边也是，大树被蹦床挡住了，梯子好像够不到。那好，安巴和我先把蹦床移开吧，然后罗伊负责上去救布鲁尼。好的。好的。我好害怕。哎呀，冷静点，布鲁尼，乱动会更危险的。大家抓紧时间，马上就好了。罗伊，快。好的。哎，海莉，再坚持一会儿。别担心。哎，哥哥，我怕。是的，相信我们。好了，海莉。罗伊，可以了。好的。你真棒，布鲁尼。我得救了。一颗星，两颗星，三颗星。玛丽。瑞普提。你在干嘛呢？数星星呢。为
什么？睡不着吗？是啊，今天很奇怪，就是睡不着。可是瑞普提，你不是去野营了吗？等一会儿我再去。玛丽，你闭上眼睛吧，我给你唱摇篮曲。你是觉得对不起我才没去露营地的？好吧，那就哄我睡觉吧，我睡着了你才能安心的去露营地呀。那我唱了。睡吧睡吧，我亲爱的玛丽，做一个美好的，我真的困了，谢谢你，瑞普提，我睡了。快来，玛丽，太漂亮了。玛琳睡着了吗？哎呦，可睡着了，看来还做了个非常幸福的梦呢。朋友们，开始行动了。好的。再来一点。好好的，下来吧。到底带谁来呀？这么晚了还不来？帮帮忙！天哪，那是怎么搞的？朋友们，小娟，我们刚刚巡逻完，正在前往露营地。先别说这个了，刚才海莉来电话说，特里和马林在云坡出事情了，现在请大家马上赶往那边。知道了，大家快一点。绳子要松开了，特里，再使点劲儿！特里的是在做梦吧？大家再坚持一下，救援队马上就到。大家快点！都没事吧？我们没事。安爸，没事吧？真的是太惊险了。什么？那大家在露营地里等的特殊客人就是马林吗？我听马林说，他从小到大一次野营也没有参加过，所以就想带他来看看。原来如此。对不起，马林，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。没事，虽然去不成露营地，但是你们的心意让我感到幸福极了。这样看来好像我们又有了一项新任务呢。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了吧？哇，我竟然能穿行于丛林，原来这个就是山谷啊。太好了，马林终于可以去露营地了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，尽情的看吧，马林，这里就是布鲁姆斯森林。真是太感谢了，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山呢。马上到了，前面就是我们的露营地了。太帅了。快来，马林。虽然晚了一点，可是跟我想的一样，今天的露营最漂亮最特别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马林也来到了这里。我真的没想到，我竟然能有如此奇妙又梦幻的经历。露营地比我梦里看到的更漂亮，谢谢你们。别客气，我们跟你在一起也很高兴。看那里，流星。布鲁诺。小娟，出大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，布鲁诺？这里是不通大桥，麦克斯带着布鲁尼去总部的路上，在这附近把布鲁尼弄丢了。
什么？别担心，布鲁诺，现在马上派救援队员去那里。哦，如果布鲁尼有什么事情，可怎么办呢？看吧，要是早把他带到总部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大家冷静一点，罗伊、安巴，你们两个先跟我去扑通大桥那边吧。嗯。海莉，你去各个地方贴一下布鲁尼的照片，请小镇的居民们提供帮助。小娟、留在总部等候消息。好的。我就自己带着你了，布鲁尼。对不起，布鲁诺。啊，来了！就是说，你和布鲁尼分开已经有足足一个小时左右了。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，最好扩大搜索范围。嗯，罗伊，你沿着溪谷找，我沿着附近的公路去找。安巴，你去小镇里面找。好的。你们几个在这里等布鲁尼，说不定他还会回到这里的。啊，好的。那么大家快行动。嗯。哎，好了，大家仔细看看，如果见到他就打电话给总部。好的。布鲁尼，布鲁尼，布鲁尼，仔细看一下，有没有见过这个小孩子呢？我真的没见过。是吗？好吧，那谢谢了。布鲁尼，布鲁尼，孩子们，你们见过这个小孩吗？没有，安巴姐姐。是吗？好的，谢谢。布鲁尼，布鲁尼。Holy！ 朋友们，情况怎么样？总部和海莉那边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，这下麻烦了。天已经黑了，该怎么办呢？布鲁尼？难道我看到的是布鲁尼？泰坦？哦 ，Holy！ 见到你们太好了。这个孩子是布鲁诺的弟弟吗？是啊，你看到布鲁尼了吗？那个，刚才看到布鲁尼进了猫头鹰森林。因为距离太远，我还以为是布鲁诺，现在看来有可能是布鲁尼。泰坦看到的可能就是布鲁尼。嗯，我也这么认为。他可能是在森林里面迷路了。海莉，嗯，霍利，布鲁尼好像去了猫头鹰森林。哦，我们随后就到，你先去森林里面搜索一下，可以吗？好的。哥哥，哥哥，去救援总部该走哪边呢？我害怕，哥哥，哥哥，布鲁尼，你在哪里？哦，那是什么？布鲁尼，布鲁尼，霍利，发现布鲁尼的车轮痕迹了，我把位置传过去，你们赶快过来吧。好的，大家快一点。嗯。海莉哥哥，哎呀，你在这里，吓坏了吧？快出来！海莉，在这里，布鲁尼在这儿呢。平安无事就好，布鲁尼。我想回家。你个捣蛋鬼，知道哥哥有多担心你吗？哥哥，我错了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应该好好看着布鲁尼，不让他乱跑的。是啊，这次的事情，麦克斯和布鲁尼两个都有点大意了。